全球突破百万玩家下载，并参与国家级战役的《猎王的纷争》，今天举办了盛大的记者会。会中重金邀请到流行音乐天王王力宏与性感美丽的女演员徐伟宁出席，宣布由两人担任2016年度代言人，并在现场首播了他们共同演出的新版广告。王力宏代言过许多产品，但为游戏代言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这次他化身国王，与扮演皇后的徐伟宁有许多互动，创作出无数火红流行歌的王力宏还特别为了《猎王的纷争》谱写主题曲，不久之后大家就可以在媒体上听到咯。《猎王的纷争》目前正举办巨龙战役季后赛，要选出全球排名第一的联盟，有兴趣挑战世界冠军的国王们千万别错过这场大赛咯。